开水开始，有水了，掌声啊！我们的掌声啊，真的很棒，很棒的，我们终于有水了，有洁净的水了，谢谢。画面中是南港旧庄茶山的通水典礼，百年来茶山没有自来水可用的问题，在各方协助下终于获得解决。为此事争取多年的旧庄里里长张瑞芳内心充满感谢。那以前没有水的时候，这边的人他们用的水都是用什么水？天然水啊，刷水，对，刷水啊，然后不然就是再不然就是用马达打那个地下水。所以我刚才讲说，你如果天气不好，下雨连续下雨，打出来的水都漏漏，很混浊。然后天然水也是，你要让它过滤几天才可以使用。那有了这个以后，我相信大家用水都很安全了。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百年来第一次有自来水，所以一定要好好让居民享受到我们这个很，应该也不是算神奇的东西。可是说实在，这三四年来每天这样子看看，总是期待它有一天赶快盖好，赶快弄好，大家可能享受这种大自然，还有我们很干净的自来水。几年前市长到我们茶山走读，他来了两次，然后第一次就是拜访茶山，知道了解一下我们地方的文化，那我们这个叫蹦极吼是怎么来的，他也很好奇，所以也来了解一下。那第二次我们再邀请他，就是有一个老茶农，90几岁，他听他唱山歌，那我们当场听完唱歌以后，跟家族合照，那不知道要干嘛，市长要洗手干嘛，他才发现说我们竟然没有自来水。那我们老百姓也跟他澄清，就当着凉亭里面坐着，大家称我们什么都不缺，就是没有水。哦，我们在现在台湾哪有什么缺？你一台车开下去，什么东西要载回来都有，可是唯独我没有办法载水上来。第一个灌溉没办法，第二个民生用品你也没不可能说载个几桶就可以用很久，对不对？那市长听就说，那有可能台北市那有可能没水，可是真的没有水。然后他就交办给自来水处，还有福慧联络人，还有区公所，还有自来水。哦，我刚才讲了好几个关卡，我就觉得饮水思源，我们点滴在心头。那也谢谢市长的德政，那也谢谢我们这些，劳苦功高，应该讲这样没错吧？劳苦功高很多，市府同仁呐，还有我们一些基层都很努力克服用地的取得，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德政。将自来水接到茶山的过程相当不容易，靠着各单位共同联手，一步一步解决用地与接水管的问题。我要卸任之前就完成这件事情，经过9年的努力啊，然后。因为大家都殷殷期盼啊，那这里的情形就因为气候的变化嘛，所以夏天很长嘛，然后原来他们都仰仗山泉水，就天气太热就没有嘛，所以他们这个取水都很不方便，再加上安全啊，所以我们觉得要定下一个目标，就是要赶快来装自来水，结果因为这个用地的取得，还有就是那个工法，所以沿之前的这个埋设的大概要1亿3000多万了，那因为按照这个法规是一户只有补助60万了，那所以这其实人口不足了。然后后来就是那个陈义州议员啊，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说装民管。庄民管要朝这个去规划，那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啊。然后结果，这个茶制厂它大力的招揽啊，然后把这个茶制厂的游客人数都算下去，然后终于可以成的。我们是编了3100万啊。那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哈，在历经多方以及多次的一个协调之下那终于克服困难承揽并且获得市府的同意可以用这个严管改善的方式来施作那最后再由区公所来筹编109到111年共3年的一个公预算来执行。那区公所也跟水处来签订的代办的契约那由水处来代办整个工程的一个发包还有这个施工那整个案子用水户的总户数是60户那水处规划设计有4个配水池以3段加的方式那沿路往这个茶山一带来加供水
那整个自来水埋管的总长度大约是8600公尺，那总经费大约为3100万元。那其实我们这个工程在从规划到施工都面临了很多的困难，那包含了从一开始面临的这个严管改善条件的一个评估，还有工程用地的取得，还有到施工阶段居民沉降的排除，还有台电用电的协调等等的诸多的问题所幸在市长的支持还有议员里长跟地方热心的人士的一个积极协调努力之下那还有我们这个南港区公所农会，还有旧庄派出所还有这个产发局、大地处、建管处等等单位的一个协助跟帮忙，才能逐一克服并且顺利的解决这些困难。那另外我们整个工程团队包含了设计这个监造还有施工厂商在每个环节之上都秉持着这个严谨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共同合作努力，把工程的品质做得又快又好因此本来预定在今年6月完工通水的这个期程才能够提早3个月，在今年的3月底就通水启用。因为高度的关系，我们山脚跟山上几乎差了差不多400公尺，那所以接水有困难，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转接点让水储水才送到民众的那个家里面，所以这段期间我们大家都很努力，也感谢那个陈玉洲议员帮忙跟我们自来水处，然后克服很多困难。我们现在用明水管用明水管以外，还甚至连加压站我们找个4个定点的那个国产署的地去盖起来，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了，也不是单单一个团体或是一个那个市府同仁，大家都很帮忙。柯市长他的拨的经费，然后交给我们区公所，那区公所发包给自来水，那自来水找厂商来做，然后大地处协助克服那个用地使用跟那个险铺道路。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应该过了7-8层关卡才好不容易把这个自来水接上。那我们旧庄其实我们民国已经111年了，这应该算百年来我们第一次山区有用水，也这么自由，可以这么自由自在，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水可以用，所以我们感到很欣慰，很谢谢大家的帮忙。如果有住在山上，百年来如果陆陆续续，像因为我们那个房子不能再改建，不能增建嘛，所以如果纯粹是住在这里有50-60户，但因为我们有台湾，等于是我们台北有这个茶叶示范厂，那进进出出的那个客人或者是那个观赏的民众，他也算几个人，也算一户人家，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当初陈议员争取的就是说，单单一个茶制厂算10户就好了，所以我们这里应该茶山使用水有70几户人家。这个还是要讲那句，水龙头打开就有水，也许在一般大楼啦、公寓都没有感觉这个多么幸福，可是你只要看到我们现在连茶山打开自龙头、水龙头就有水，那个真的很幸福，真的很幸福。那刚刚各位长官说了很多，那我们这个整个茶山的接水真的是站在这边真的很感动，也真的很艰辛很困难，但我们已经把它完成了。而且这个整个茶山接水，虽然费用是一个问题，但有时候遇到的真的不是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土地取得啊，还有各方面的问题。那很感谢大家，尤其里长给了我们这个机会，然后还有各位长官、自来水处、大地处、区公所，还有所有单位的配合，我们真的才能完成这件百年的大事，而且这是好事，那我们终于有水可以用了。那在这边也感谢各位，也祝福各位以后我们这里会越来越繁荣，那我们这边的建设会越来越好，然后也要把我们整个茶山、整个旧庄往外推广，让全台湾甚至全世界都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谢谢大家的付出，也包括我们协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景龙先生，他不仅是我们荣誉理事长，也是南港农会的常务监事，也是宝树堂的老板哦。那在这个奔走过程当中，也跟大家挨家挨户的去找大家签名啊那这个过程这个长官们他们都很清楚了。那今天与会的所有的来宾跟居民们，我们也要谢谢他们，我们掌声鼓励一下，谢谢所有的这些付出的人。
山通水典礼中安排古镇的音乐响宴，还有茶席奉茶，让民众体验南港包种茶、铁观音等各式好茶，还有丰富的茶点。这每一口都有芳香在里面哦，天然的哦，豆干哦，赞哦。今天因为我们办那个供水典礼，说我们准备了我们茶山的特色啊，我请我们春秋农场的林明淑老师帮我们讲解一下，来。林老师，然后我们这边有的是我们茶山妈妈，还有我们的社大的一个工作伙伴，嘿，然后一起研发出的有关于桂花还有茶的茶点，嘿，然后供这次活动，然后增加我们这个南港茶山的一些特色。内容物有什么？哦，内容物，那这个是用茶做的粿，好，然后里面包那个红豆。嘿，这个是得给啊，这是茶山妈妈，然后这是茶香豆干，我们用茶去做那个卤的，茶香豆干，然后这是那个纯蛋，嘿，就是茶香纯蛋，好，然后用茶果冻，哈，就是茶果冻，就是当一个茶食，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接下来是属于那个咸热，有一些烘焙的哈，就是像这个是桂花咸派，好，我们用桂花，然后加把它导入那个中式，不是在西式的啊，这个非常好吃，这个是桂花的马卡龙，这个很高纲的，然后这也是桂花的米汤，哈，就是让我们传统的米汤加上我们的在地的桂花，然后这个是用茶，然后茶做的饼干，然后都很有心，因为里面呢就有三个饼干，三种口味，哎，那这都是非常棒的一个茶点，然后搭上我们茶山的包种茶，然后就是一个很棒的下午茶。南港有136年历史的包种茶，我们是包种茶的故乡啊！啊，请大家有空的话，多多来南港这个走村啊，因为这里的风景算不错啊，自然生态啊，然后又有很多分多金啊，也有很多那个矿场的遗址啊，哈，然后还有很多桂花，也有桂花步道、桂花吊桥，然后宜家老住啊，等等，然后这里也有很特别的那个茶，以茶叶为主的特餐啊，然后有机会请大家享用一下。第一个，我茶叶示范场就好了，你现在还是仰赖那个打水，你打起来水，你现在水可能看不出来，之前打起来水，你只要去水龙头洗，很多人都说那个水怎么浊浊的，其实那是那个算是地下水，所以没有很清。那甚至有一次地下水打不到，我们还是到那个光明里那边借水，拉了很远，从汐止那边借水过来，所以我们才想说，为什么汐止比我们高一点都有自来水，怎么我们这里会没有自来水？那就是没有一个蓄水的地方嘛，你如果要打水上来，也要个蓄水桶让它蓄水。所以现在我们茶山本身有四个蓄水桶，等于大的蓄呢，15到20公吨的。然后大民众只要家里没有水打的话，都是从那个自来水加油站打上来的。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民生，还是对我们观光景点，最基本都是一个大大的改善。那我相信茶山的一个自来水的供水的一个部分，对我们茶山地区的未来的发展，基本上绝对是一个正面的加分的好事。那在产业发展局部分来讲，当然我们持续会结合着利用我们制茶厂的这样一个空间，相对继续的协助我们茶山推广，无论是说是生态产业或者是休闲的部分的连结，那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好朋友们能够多多亲近我们的南港旧庄的茶山，来让我们的相关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的农民的部分、茶农的部分，都能够走出去，能够行销出去。百年来无自来水可用的南港旧庄茶山终于接通了自来水，除了解决当地居民的生活用水问题之外，对于茶山推广茶文化的观光发展也是一大福音。茶山供水赞。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